问你干嘛？我都知道了，龙王一整晚都在跟前女友待在一起，你们昨晚到底干了什么？哦，很没有礼貌。不是啊，我一整晚都待在这里啦，不信你问他。我刚来。Nope。这里有上机时间的，你看。等一下，你为什么在跟妹子双排啊？我从后面辛辛苦苦赚钱，你倒好，拿着我的钱在这里带妹，你把我当什么？哎呦你妈！不是啊，我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你说。哎，不能说。因为他已经爱上我，变得不满。跟那个绿头怪，你有事吗？哎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其实我在当陪玩赚钱给你买礼物呢。啊？这我给你准备的5周年礼物。我喜欢这个好久了。宝贝，是我误会你了，我们很好吧？为了庆祝我们和好，今晚来我家看电影怎么样？我家妈会后宫。看完电影然后呢？然后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的呀？这不经典款吗？女生都喜欢。我之前给我前女友送了一个，哇，她开心的不得了。你送我跟前女友一样的东西，不行吗？分手吧。哎，干嘛？怎么了？滚了！哎呦我的妈！